人家搞不好是凤凰啊，比较黑的凤凰啊。打欠了。活了几百年那么古老，但你和你哥都有问题，我自己承认吧。不，我都没有，我那时没有在看你的东西，明白吗？对啊，那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写一封电子邮件，写给你好看的。不是，你这个破捡破烂的，给我哥写的。哎、欸，有虫啊！什么？我在写道歉信，我不应该打碎你的熔岩灯。而且我不应该吃掉熔岩灯。嗯，什么鬼？熔岩灯是最好吃的部分。哇哦！那么我让杰抽的两兄弟重新就归好，帮一位公务人员解决了蛇的问题，给了孩子飞的故事。我是英雄。你做什么？我卖烟花的。哇哦，酷！我是说，那听起来不安全的火机哦，怎么一直有虫在我面前飞啊？关心社会市民，可能希望你的烟花生意倒闭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哦不，我的生意完全合法。玩烟花比开车安全，这会不会到十等就游戏通关啦、啊？其实可以不用买。哎咻，哎咻！哎咻！不可能一直吸吧？就挂在这边就好了，有没有？不可能啊！哦，这样子哦。是要吓鸟下来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子啊。哇，我是聪明，我真聪明。咻，太扯了吧。太扯了吧！嘣！死掉了吧！又有爆米花。哎、欸，过来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下班到家，晚安，晚安。嘟噜。哇，一直打哈欠呢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老了，睡觉时间到了，轰轰轰轰轰轰，我只是在清理社区，还有谁对我有意见？我有，嗯，我其实对他有意见，哦，现在轮到你了，
知道细节，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该听听，甚至那两个按钮。是的，告诉他们，我早就知道浣熊在打洞，我一直都知道。每个人吸一口气。哇，声音大、啊，要多少蛇才能打败你？大蛇、毒蛇，正常大小。但你必须在一个小方跟他对付，好啊，嗯，可能要一千条蛇吧，哈哈。好的，很快又送你一堆蛇，还有，你还没有调查失踪事件，是吗？声音太大了啦，没有。同时在扁平的层面上，我不知道浣熊对我真的不错。哎，他讲话快点嘛！而且 BK 是我朋友，我订了一个甜甜圈，为什么？我想知道他什么味道。我得走了，晚点再说，拜拜。那就是睡着了。哟，变色龙是不是？这里，我先吃草，先吃草，然后变色龙在这里，哎，都有眼睛啊，傻了，小只的，然后中只的，这里，这只是蜥蜴，不是变色龙啊，给我骗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吃完。我这张东西大的赛肉酱。草莓吃完啊！喂，还有完没？捡垃圾愉快。我不该继续完成的工作，什么鬼？我以为我是朋友伙计，我以为是这样的。但接着你毁了我的阵子，嗯，我不明白。在你要帮忙的时候，我尽了我全力帮你。我为你买了弹射器升级，即使那是浪费钱，我买了哦。我告诉你，弹射器分在洞里面，但我们现在这里还在洞里面。养鸡不是浪费钱，亲吻额头，呱啊！不要，为什么？亲吻他，呱！不要。在你偷光我们所有的蛋后，这是你至少能做的。我没有偷鸡蛋，他们是掉进的地底。讲讲你的故事吧。农场的经营的状况不佳，我不得不卖掉最好的公鸡以维持开支，十分伤心。鸡蛋呢？总是公鸡。我觉得他这样子摸有点怪怪的、啊，开始吃咯。
干嘛？那是要干嘛？哎，别进来！干嘛？你必须购买弹珠升级，必然是烂摊子。但我必须省钱买我的，快买！你答应我了，好吧好吧，我会搞定你店的，但你欠我一个人情，拜拜。什么鬼？弹射器，购买。啊，怎么用？这样哦，点左键发射。这样哦、喔，哦，然后嘞，不是啊，射出来干嘛？不懂。嗯，应该不是哦。这样子吗？哎呦！干嘛？啊，所以嘞，就吃这个而已哦，太烂了吧！怎么啦？哎，进来啦！怎么那么皮呀？过来！喂，哎，吃一个，好。哦，太难吃了吧！我就以我有我以后要睡午觉、欸，不睡午觉我应该撑不到现在嘞、欸。我以为洞擅长摧毁东西，它肯定就是那样设计的。设计？别看我，不是我设计的，但你用了。呜，我还能用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你可以用真正的甜甜圈，真正的甜甜圈可以拯救可怜的逃离厄运吗？救我！你侮辱了我！你被蜜蜂追，我是个英雄。你订了一个甜甜圈在中林，你竟然愿意把一个甜甜圈送到森林中间，想想挺可怜可疑的。被蜜蜂追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那是份棘手的工作，有时候你会被蜜蜂追。哇哇哈！
要吸蜜耶。呱呱。啊，然后嘞，弹出来给他吗？哇，聪明，聪明如我。那青蛙，青蛙要干嘛？等一下哦，射！哦，这青蛙太猛了吧！咻！哎，这青蛙好猛哦，我喜欢它。咻！哎、欸，又不听话是不是？嗯，我总是他太大只了吧？好肥哦！哇！他是被叮到肿起来才对吧？怎么能吃上肥？我呢？没人问问我。B K 也用弹搞定了你？不，嗯，他摧毁了我的餐厅，你的餐厅糟蹋透了。哈哈，他是低级的。你们的名字怎么就不喜欢汤呢？呸！冷静点，存货们。B K 对你的餐厅做了什么？当时我在处理一个小小的虫子问题，我抓虫子抓得精疲力尽，所以订了一个甜甜圈。哇！甜甜圈那么好定，哎、欸，好久也没吃甜甜圈了、喔。哦，是蟑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蟑螂会想跟着洞钻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又是这只鸟，然后在干嘛的？哦，然后汤，然后给这只鸟喝。以此类推，哇！他是要看一下哦，他是要料是不是？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这个盐，等一下，你这是小强在干嘛？然后胡椒，然后进来，就这样吧，就是一直勾引小强出来吗？那这只鸟也太恶心了，太可怜了吧？哎、欸，给我，有点恶哎、欸。你要喝吗？这鸟好像快不行了哎、欸！所以我不能让它碰到喽。哦，
哦，天哪、啊！我觉得你们应该受不了吧？反正他会自己朝东钻嘛，我就不要动啊。好。给我进来！之前跟兔子啊在高雄 CWT 的时候，就是吃到一间，那时候就是有一只蟑螂从我的肩膀爬过去，就服务人员就是请我们喝的东西，就当天。就是我们回到饭店之后，跟兔子抢厕所，因为我们两个同时拉肚子，就觉得海鲜不新鲜，要不然就是卫生有问题。你解锁了空拍机。好啦，也11点了，先到这边吧。如果之后开完台要补时数，我再来开这个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就开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要去睡觉了，退出。下题，大家拜拜。